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在家菩萨们，大家早安。 请翻开本次第45页，请看第4行，揭幕出缘，多论缘。 六十八切，应缘一日一夜，末时与众生切相乱，成时缘五切八切，随日月长短，或一年一月。 乃至半日半夜，成受减受变得。好，到此。节目处这么说：“萨婆多论说道，假若说。” 八切，就应当说是一日一夜，即是应当告诉所成。所说一日一夜，表示念跟众生切互相混乱。 想多论主张五切，就是进行受体，所以表示念跟众生的切互相混乱。诚实云，但是诚实论说五切八切，随着。 受戒人，他想要受多久，就可以受多久，日月长短都可以，或者一年一月乃至受半日半夜的戒，你要承受，要减少，也都可以。 就是说几条，没有完全去除说，也都可以。从说就重新再去受增一切，那么减少就是你把条件减少受，也都可以，都可以得戒的。一说是缘。 耶稣解释说：“一日一禅，以五种三规闻相从杂，故须简定，亦无混乱。”讲到一日一夜的情形，就是因为欢喜等五种的三规。 三规的条文，五种三规，前面我们也曾经说过，欢喜三规、五戒三规、八戒三规、十戒三规、具足戒三规。
那么去土地后来就用白氏提摩得气他，所以就不再用三归得气的情形。而最初是有这五种三归，那么因为五种三归它的条文跟迹象是比较重杂，就好像丛林比较杂乱，所以必须要简别改定清楚，在义理上才不会混乱的。故存多种必一日夜，不同过浅。所以根据这么多种的这个主张，说持八关斋戒必定是一日一夜，不同时操课，并且完全要说八条戒，不可以减少。那么诚实随力多少成，诚实论主张应当随顺受戒人能力有多少就受多少的体现，以及不必完全受八戒，所以他就有这个从受减受的情形发生。那么接受之教不可逼之，如上所言，这是因为接引俗人的教法不可以约束他的。那么受戒也是一样的道理，不一定要进行受，以提满分受的。这些道理都如同上头都已经说过了。机缘是殊缘，机缘期解释一首这么说：初出彼从之取，最初一段文就说出比什么都中所主张的是局限受戒的体现，而且这个也要这个全受才可以。自准成论，其次根据诚实论，二戒、五戒、八戒这两种戒并通时日多少，都可以融通时间日期的多少，都可以的，不必局限八关斋戒就是一日一夜，五戒就是清净受。那么两种戒都可以随着受持时间要受长受短都可以。那么这个要受几条戒也都可以。好，其他这个结摩出缘论藏练五藏受持诚实缘，乐无人识但心念可缘，乃至我持八戒亦得成受。节目初说到，在论点当中，也就是什么都论当中主张念五戒五重受持，假如享受八戒的人就必须要使念出家的五重为他们来受。
诚实言，诚实论说，假如没有人的，没有出家众的话，出家人的时候，但心念可言，只要在佛像前，只是心念可言，受摩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乃至五持八戒等等的言语，这样也可以成就受戒的。一说是缘，一说即是说，多论五乘通说者，即是佛法之人。什么多论？讲到五乘，五乘通说的情形。那么五乘融通都可以为人家说起的情形，也就是因为五乘都是这个弘法的人，弘扬戒法的人。诚持二论，开智受持，而诚实，诚实论跟大智度论，开始可以知识受戒的情形，会为长途，故彼文云：若无人识，得心念受，名云开也。所以讲说诚实论、智度论这两种开始可以知识受戒的情况，这个是不是长途，不是平常的这种路途途径，不是平常的做法的途径。所以比文缘，所以比文说到，假如没有出家人的时候，才可以心念在佛前心念自是来受戒。这个就说明有因缘是可以这么开始的。接着，机缘是说缘，机缘期即是耶稣说的，多论病从他说，比缘福寿在法，必从他说。于何人变少？五从变少。说的什么多论，就主张一定要从他来说的。比云来不论，来不论哈，这么说，不受斋法，不就发一次。讲到受八关斋戒之法，必从他说，必定要随从这个出家五乘，随从他人来说的。于何人变受？在哪一种人的身边来说呢？五乘变受，就必须从五出家五乘这一方面来说的。诚持二论，诚实制度这两部论，并开智受，都是开始自是受戒。而这个文论文当中是旧场，没有出家法师的时候才这么开源的，其实在义理上
也是谦卑受这种境缘阻碍的意识，境缘有所阻碍，那么也可以自食受的情况。以上七情一书七卷十，接着第二次持受开成，持受开成。那么原文节目处缘俱舍论缘若先作意于在日受者，虽实欠亦得。好，节目处说到俱舍论说，假如有事先作意，心里作意，在斋日，比如六斋日，想要受包括在切的情形，虽然有了誓愿，到去午时以后，就是午斋完毕之后，也可以再受戒的，无斋之后受戒也可以的，这个叫做持受。一书是名，一书就解释说，有关他因缘不起换气辛苦，这个就是经由解释观察了解受戒者有其他因缘而耽误了受戒的时间，并不是他有身体换戒心的缘故，所以开缘午时已经超过了，午斋的时间已经超过，也可以来求受八戒的。一说缘若将欲受，难事不得，待难且已受者亦成。好，那么这一段就一说说到，假如有人将想要受八戒，却遇到有难缘的事，不能够如期来受戒。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呢？就等待难缘解除以后，再来受。说的话也可以成就受八戒的。即缘是缘，即缘起即是说，如王者细臂等缘，就如同遇到王难、劫难，或者被细腹关闭等等难缘的时候，心通是爱，心通就心里想要受戒，难得在事项上却有阻碍，所以缘到中午以后再受，也开始成就受戒的事。那么以上这些一首七卷十，接着第三次读诵离课，是超缘三身受八戒不得的为读诵。好，所三生前说道，
说把棺材切比人设不可以过多，说唯独一个人来受切是最理想的，这里是这么说。但是我们通常都很多人一起受了，很多人一起受，那一个一个受要受到什么时候就有这个情况。但是虽然很多人受，主要大家都要很听得清楚，不要吵杂，大家都原谅，这样也可以的，方便可以的。那这里就主张要独受，独自一个人，因为这是独自为一个人来受戒，一对一的情况，所以这样就可以离开过失体。接着支持体就解释说，善善不得多者，同人参混，心不专一。说善生天主张不得多人一起受戒的道理，也恐怕人多了会掺杂混乱，导致使令受戒的人心不能够专一。泛论归戒，独受为佳。现在广泛地讨论到受三规五戒，把棺材戒乃至居处戒，能够独受的话是最好的。则心不贪缘，法无通难，因为只有为一个人来受戒嘛，那么这个戒子的心呢，就不会向其他的外境来攀缘，做法的时候也不会随便地放逸，随便放逸，所以就不会有这个笼统混乱的情形，它自然就为身体因重之心来纳受戒体。今托众受，以理虽通，终成会变。所以现在大多数许多人一起来受，在义理上虽然也是通许的，但是在成就受戒的事项上，终究想成就得戒，这并不是方便容易得到的。以上就见四草七卷三十九，接着第四句断恶摄戒。那么原文，一说缘三生缘，若诸贵人常次作恶，乐必受灾，先车断疑，后方成就，若不车车则不成也。诚实缘，有人依观旧法，后为强力令害众生，为无罪者亦得杀罪，以缘具故。好，耶稣说到三生经这么说，假如有诸多的贵人，就指官人常常热恋
他人来做恶事。那么若欲受差，现在他假如想要受八官差切，先车断仪，后放成就，就必须事先折断作恶的因缘以后，然后才能成就受戒的事。若不折持，则不成也。假若不折持断绝恶事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成就他受戒的事。诚实论这么说，有人衣冠旧法，什么叫做衣冠旧法？也就是依国法来行杀业，行杀业，或为强力令害众生，或者被强大有力量的人手逼迫，使令他杀害了众生，而他自己认为是没有罪过啊。一头杀罪以圆去苦，像这样的情况，那也要获得杀生的罪过。因为杀害众生的因缘已经具足的缘故了。纪元四元纪元七解释说，初引善生名成佛，最初一段是引证善生亲，来说明受八关斋戒成就与否的情形。贵人及王大臣文聪的贵人，就是指国王大臣，常次作恶，为行杀戮、鞭锤等事，常常赐命造作恶事，也就是所谓的行奉行杀戮和鞭锤众生等等的事项。次允成论以车仪，其次一段文是引证成实论，用来遮断自己认为教杀或者被教杀是没有罪的这种怀疑。衣冠旧法，如宰官秉政，衣国典型。在文当中讲到衣冠旧法的意思，就如同宰相或者大官，他秉持政权，依照国家的这个法律那么来实行杀害的事。后为官守使，或者自己被长官所指使来行路于人，行路于人，世人都为自无有罪，而愚痴的人大多认为自己并没有罪，我是被人家逼迫的，人家赐命的，自己赐命自己去杀害人，自己就认为没有罪的，这个还是有罪的。因为因缘去除嘛，换切的缘去除的关系。好，接着下头一段，一说缘若已受灾，鞭打众生。
虽其日不行，待民当错，积财不欠，以要言之，若生火错，会为一事，积民不欠，若心起贪嗔害气，虽不破财，财不清净，若不修六念头，一民不欠。好，一书说到，若已受灾，假若已听说了八关斋戒，便得众生虽其日不行难，对便得众生等等的恶事，虽然今天不怎么去做，待明当做，然而心里却想着，等待明天再做吧。积财不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都称为持戒不清净了，就斋戒就不清净了。以要言之，若生火错会为一事，即民不欠。那么重要的来讲吧，简要地说吧，假若是身口恶业造错，不合乎威仪的事，就叫做不清净。若心起贪嗔害取，假使从心里升起贪欲、嗔恚、恼害众生的这种心念，虽不破财，虽然不破，包括财气，那么财气已经也就不清净了。若不修六念头，假若不修六念等等，六念就念佛、念法、念身、念天、念界、念师，这六念等等。念佛是人天导师，那么念法就是这个法是什么？法就是诸佛之母，念身就是能够清净我们的身心。那么念天，天是福德殊胜，念界能够防秽止恶，念师能普济贫穷，要做六念等等。假如不修这个六念等等，也叫做不净，持戒就不清净。机缘是缘，机缘契机是说出生口患，最初一段文指出生口恶业犯戒的相状，待民当错，即要起业，说等待明天啊，再做吧。这个就是要起的这种事情，这个不可以。若心下恶名已犯，若心已下，第二说明意业犯戒的情形。为情故称，归为我们心情的境界，所以我们就发起嗔恚心。
恼他为害，恼害他人，恼害众生，就是害。善恶皆作患，这两种都叫做作患。作患就是此处的相反，就是作患。他就造作恶业了，对，就违反了主持的戒法，所以是作患。若不下，若不下，三明止患。第三，若不修六念的，第三段说明止患，止患就是作持的反面。应当要这么做，他仔细不去这么做，就是坏。要他做奉行善法，他仔细不去做，也要放弃，就叫做止坏。以受戒者，当逐日念佛法升起天界，天界失库。因为我们受戒的人，受八关斋戒的人，那么就应当每天都要意念佛法身，以及意念天师天界师的名库。那像我们天天也都是不离开六念，天天上课，天天上课，我们也念佛啦，是吧？种种，所以六念都有，在佛法里头用功的。那么以上七天一书七劝使，三爱戒法当中的第二章归戒仪轨已经说完，三爱中体篇当中的第一门戒法也已经讲完，接着就讲到第二门了。第二门就是戒体，戒体就非常要紧了。那么戒体当中分为四章，第一戒体相状，就是做戒体跟无做戒体的相状究竟是怎么样；二受谁同意，受体跟随心相同差异的情况是怎么样；第三圆净宽狭，能源的心跟守源的境界，有宽狭的这种区别。第四，花戒数量，感花戒体的数量究竟有多少？那么下头支持源戒体四差。初二论题，二中兼行，三世俗法，四中有相，一往初分，为如下说。好，那么这段就说到了，说戒体有四章哦，分为四章。初二论题，最初两章就讨论到戒体。二从前行，在第二章受谁同意当中，也清代有戒行。
三世诸法，第三课第三章第十章，所以一切法世中有相，世中在第十章当中也有谈论到界相，一往出分，这是一相出列的加以分别。唯如下说详细的情形，就如同下文所宣说的，接着空空就标云切体而辨明切法切行切相者，以是世门互相摄故。空空小处说到，说本门的标题啦，虽然是说到切体，然而内容却一并说明戒法、戒行、戒相的道理是怎么样回事呢？以是是门互相摄故，这正是因为啦。显示中体篇四门的关系是互相摄摄的缘故啊。好，接着四草原，所以别切脱切，人并受之，即论明事，只可三无，皆由先无通明，不管咨询，自令正朔，多分体相，盲梦心中，缘成而已，即论得法，妙同合汉，故于随相之舍，诸门示现，准知己身得戒成佛，然后持法，方可修理。好，恒世超所答，所以呢，别些多切，一般人都知道要来纳受的情形，而等到讨论到有关戒的内容，那么能够真正明白法体形象是门的，就是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是门的，以及认识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戒，这种人呢，只可以是三人、五人罢了，就是很少的人了，只有很少人知道罢了。皆由先无通明，不广咨询，这都是由于视线没有精通敏锐的智慧来学习，师之受舍种种的事宜，自己也不广求知情询问有关受戒的意义，那么到此时念正自己正在受戒的时候，大多昏迷而不知道戒体戒相等等，盲梦心中缘成而已，就是不但心中无知了，
而且梦想盼望受切的因缘条件都能够成就罢了吧。即论得佛妙同和汉，等到谈论到自己得戒与否，就渺茫如同河汉一般呢、啊。河汉就比喻茫然不知他的边崖期盼，这个就河汉。故于随相持守，所以呢啊，恒世草，宣主在恒世草的随体事相篇，随相就是随体事相篇的最前面，至少就的前面。诸门示现，将切题等诸门的内容把它展现出来，也就是详细的解说。准持己身得切成佛，然后持幻方可修理，他可以作为受戒的人标准的根据，才知道己身究竟得戒与否，成就与否，然后持幻方可修理，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地持戒，跟比如幻切，才可以修行处理三切六道。那么将来成就三圣的圣果，知此是缘，盲欲无知。盲就比喻无知，无知无事，梦欲不实，梦就比喻不真实。河汉欲其茫然不知崖气，河汉就比喻他茫然不知道天涯的边际啊。以上七千是从七卷十六，接着小头第一章就具体的相传。具体相传当中又分为两节，第一能领心相，就能领那七法于心中的相传。第二，手发业体，受持时所感化的切体。好，先说明第一节，能领心相，是草原借体者，若一通论，明其手发之业体，今就正显。直成能领之心相。好，具体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它意义是怎么样呢？若一通论，假若是依据诚实论等笼统来探讨什么是戒体，明其手法之一体，其实只是说明受戒者在受戒时所感化的一体就是戒体。
兼就正贤，直诚能领之心相。现在就差能领那的心来正摄显出，正是的显出戒体的相状。如果直接的承受，就是指能领那戒法的心相。知此是缘，出标指彼此。知此期解释说，最初一段文是标明戒体的相状，乃是指彼，彼就是所化的一体，还有此就是能领那的心相，叫做标指彼此。所化即无错，所感化的一体就是指无错这体。相为心之相状，而讲到相，就是能领那戒法心的相状。其他四草续缘，为法界成沙二地等法，以体要起四草方便善尽心气，必不为恶。这是明慧，明慧情法，以此要起此心，与彼妙法相应，与彼法上有缘起之意，念那在心，名为戒体。恒思超继续说，上面谈到了能领那戒法的心相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所谓的十方世界十法界，一乘二报，如乘四沙般的所缘尽，如乘四沙，以及佛所安立的空有二谛等法，这些都是感化戒体，感化戒体的所缘尽。以此要起施得方便善尽心气，必不为恶。用此体所邀约的期限，好比是一日一夜，或者是进行社邀约的期限，施造方便，要施舍造册生活恶业，方便的设法，生礼拜可请示等等。那么善尽心气，我们说起当下要善于清净自己的心气，也就是我们的身心都要清净的，而最要紧就是我们的心不起杂念，不打妄想，必定不可以再造作恶业，必不为恶。进而能够奉行众善，广度众生，要这样子。那么必定不再造作一切恶业，
要测试明慧，明慧清法。怎么测试明慧，明慧清法呢？讲到测试，它就是成就一心的根本，也是我们得戒之因呢。我们要发起善品心来得善品戒，要明慧当下心性，然后的我们能受戒的心原谅所那时候这么广大的境界，要如理如法称合啊，这个教法的规定，而不是颠倒妄想、虚妄缘念前面所推的境界，这个叫做测试明慧。那么就能够明慧前法，来明和明和与慧通十方世界十法界尘沙恶地等等前面所对的戒法，以此邀起之心，用七种优越期限，比如一日一夜或者清醒上得这种心，跟那些非常广大微妙的戒法能够相应，在这些妙善的戒法之上有缘起的意义，缘起的意，我们的心缘念他，对他观想，要啊，止恶行善度众生。佛本来无情的，我们这么一缘呢，他就跟我们有了关系了。情与无情就融合为一了。所以叫做有缘起的意义，我们没有影响他，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一缘念，那些就都变成我们具体的范围了。所以有缘起的意义，将这些微妙的戒法就领纳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八十天当中成为善种子，这个就叫做戒体，就无作戒体。知此是缘，知此戒就解释说，二正是心相三，在第二段文当中，正是显示
能领那戒体的心相，可以分为三科来说明：初二趣是戒量，最初两趣为法界成沙二地等法，就是只是初感发具体的数量，境界的数量是无量无边的。法器成，实器一正也。法器就是十方世界是法器，一报正报都在里头。成沙成，一体多也。如成是沙，就比喻所缘性非常多。二地成，佛所立教也。二地就空有二地，也就是真属二地，这是幻词。佛所建立的一切教法，此为微清显切，故云等法。在这里是说明，因为是从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来显示。戒法是无量无边的，所以称作等法。一体相，一体妖其之相；二正明心相，正是说明能够领那戒法的心相。心中的相串，出去立设，敬意行摄，最初一切就立下誓愿，尽此贼报身，生行受命。我猜你要说多久，也都可以。这个属于邀请邀约的体现，次去东包礼敬成此成此，次去的施造方便，这一次笼统包含了身体礼拜恭敬，可礼陈述请示祈切的言语，所以生活恶业做法的仪式，善下有善尽心气之下，明秉觉妄念，说明我们受戒的人在受戒的当下要摒除断绝一切虚妄的念头，包括妄想杂念、烦恼的心念，这些都在里面，都是妄念。彻下明心法相应，这是明慧
以下，就是说明能受戒的心跟所受戒法相应了。测试者成也之本，得戒之因，三品心中随法合等。而讲到测试是什么意思，正是受戒者成就一体有戒体的根本，也是得戒的正因。至于我们所得到戒体是哪一品的戒体，就看三品心当中我们随着是发起哪一品心的情况，你就会得到哪一品的戒体。那么明慧者烦躁心性如理称洽，而非导向妄缘前进。明慧的意思就是说明受戒的人要回光返照自己能领纳的心，跟所领纳的境界，能够如法如理的，并且能相称于佛陀所赐的教法。而并非是颠倒乱想，希望原谅前面所推的境界。上明用心，下明合法。上头就说明我们用心的向上，下边就说明合法。上边就是上边就是测试这两个字，就是说明用心；下边就是合法，下边明慧两个字就是合法，说明我们要称合，要符合佛陀的教法，怎么来圆念？圆念十方世界、十法界这么广大的境界，由上起心，必须变缘成沙等心。由于上面我们测试明慧所升起的心念，必须要普遍攀缘十方世界、十法界，如成事实，空有二谛等等的境界。法从尽次，量义普从，这法是随从这些境界上所制定的，所以这法的数量也是普及周遍，这么广大的境界。心随法身，能领纳的心
能忍耐切体的心，随着戒法而升起，法广心遍。戒法是这么的广大，而我们能忍耐的心也是非常的周遍。心法相应，涵盖相称，故云明慧。能忍耐戒法的心，跟所忍耐戒法的境界相应，就好像寒，装束的寒，跟盖子能够相称一样的，所以叫做明慧。法犹在见，以心对望，故云情法。又因为十方世界十法界，情以无情的这些戒法，仍然在受戒者所能攀援的前，在前面的境界上头，在境界上头。而由于我们用能忍耐戒法的心来互相的对话，相对于所缘念现前的境界，所以就叫做前法。下云笔法意义同等，下头说于笔法上有缘起之意，讲到笔法。它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以此下，以此之下，三明那体，以此邀其之心与彼妙法相应。这个之下，第三课就说明那体，你那无作切体，又分为三个段落：初二去内上明慧，最初两次是第一上头明慧，上头明慧情法的情况。余下于彼法上之下，明法随心起，法是无情，由心缘故，缘起随心。余下就说明戒法随着能缘念的心而生起，法是无情，戒法虽然是属于无情的境界，但是由于我们能缘念的心来攀缘它，攀缘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境界的缘故，
法恩慈随心啊，接法就他就随他我们能圆念的心而升起，故三法纳体之时，所以他正大在三皈依受戒，包括在戒、沙弥时戒，都在三皈依的戒体，而受具足戒就在白识提摩在后边三番提摩地，是否？三番提摩完毕，他就纳受戒体。所以故三法纳体之时，三法就包括三皈依还有三番提摩，你纳戒体的时候初动于心，最初一番，最初一番，最初的皈依，最初的第一番提摩动于心，能够十念十方世界十法界第三法动转于所缘念的这些境界上头，就转恶为善，然后形成五彩功德祥云，永生虚空聪明法界。在第二遍，第二遍皈依还有第二番提摩，次其为空，十方世界十法界妙善的戒法就具体在虚空当中，如云如盖覆盖在我们受戒者的头顶上，后入于心，第三番皈依，第三番提摩的时候就入于心了，注意心，十方世界十法界妙善的戒法，由从虚空而下，形成六斗川，由我们顶门注入升仙，充满城堡，那时候成为戒体，后入于心，法依心，故名为法体。戒法是依持于我们能圆念的心，所以称它叫做法体。法体就是戒体，所以啊，有这边就透出消息了。透出什么消息来？我们说了戒哦，得了戒体哦。换句话说，就是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都成为我们的戒体了啊，就等于是跟我们同体了。所以对这些境界，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护啊，要利益啊，不能再恼害了。
这些都是我们关照爱护的对象啊。所以我们就要身体贴痕，好来扶持躯体，不要有所毁损，不要破财犯戒，就会有所毁损，就会恼害众生。所以说了解脱躯体，我们就是将来成就法身的正因，我们就是法身之体。在因地来说，将来成就 无分法身之体，这个正因已经成就了。所以受戒能够好好亲近持戒，多么的殊胜。我们才能涵养我们的德恨，尽到我们的本分了。所以说了戒就是要自利利他的，再不能恼害众生了。因为它就是我们戒体所含摄的范围，是我们持戒犯戒的对象，所以要好持戒。持戒就是自利利他，犯戒就是自害害他。所以就透露出这个消息。那么其他领下四体守菜，你纳在心名为戒体，这只是戒体守菜。守菜的地方，若去当分体是灰心，不显手意，体与心意。假如根据四分力的当分来讲，当分属于小圣教，当分来讲，而配合假民中来论，因为释文律是分通大圣，而教法还是小圣，所以他的戒体是灰色灰心。所以既然是灰色灰心，就不能够显示出所依的触手。它戒体就跟心心法不同了。经言在心，乃取原意。现在说你纳在心，这是采取原教中的意义，即此藏事为首依处，就是指藏事就是第八事。第八事为什么称为藏事？因为藏还有能藏所藏，我爱执藏的意义。
他能恒常一切诸法的种子，包括根生气切一切法种种的种子，都恒常在第八识当中。他也有所藏的意义，前七世造作的种子都恒常在第八识，但是被恒常的地方，所以有所藏的意义，也有我爱执常的意思。第七识原念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有我爱执常的意义，所以这个叫做藏识，就是指第八识。作为戒体所依的触手，好，其他下头一段，知此缘问何不执事无错，而明心向者，答能领之先，发体正要，独自取舍，一片无闻，若来考得法之缘由，接受受持成佛，果迷此此，于复何言？或无计妄缘，或犯了于上，一生往下，必是此矣。无计满车。圣言有此，故此提示，亦不突然。好，知此地就说了，就问道：为什么不直接指示无处界体的相串，而来说明啊？这个您呢？戒体的内心的相状，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能领之心发体正要，能领那戒体的心相，是感化戒体真正的要务所在。独此取舍，宣说特地在这个地方，就是指恒世超地标中显德篇当中，详尽有条理的只是错，能令那戒法内心的相状就成为这个戒体，能领的心相是指作戒体，然而经由这种作戒体而来彰显无作戒体，独独在这个地方很详尽指示出来，余并无闻。其余的就没有这种地位啊，没有这种的名闻了。若来考得法之缘由，接受受持成佛。假若来考察得到法体，根的根源原有，来决定我们所纳受的戒体是成就与否的一种情形。
国民耻耻，于父何言？如果我以后在这里所说明，能领那戒法的形象，而来成就得到无处切体的宗旨，于父何言？其余的根本就不用再谈论了。我无期望远，因为假若不能够明白能领那的心相，或者在无期的情况之下，希望的原念或者是温馨想起了平常其余的善事，一生往向，就导致他这一生迷惘不明的这样度过了，必是迟疑，尽此垂示，就迟疑自己究竟有没有得到切体，尽此垂示就怀疑了，自己有没有得到切体。所以无期满足，圣言有此。讲到无期满足，没有得到切体的人，充满乘客，难言菩提错。圣人的言教就有他的旨趣所在。故此提示亦不突然，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告示，能领那切体内心相状的道理，就不突然，就不空空的。是有它重大意义存在的。以上这件事超七卷三，卷三就标中显的篇，所以卷三啊，接着第二节所发液体，所感化的气体，所化液体中又分为六项来说明。第一，遍体多少，就辨别受体时所化的液体究竟有多少种。第二，力量且明，那么建立两种气体，并且解释它的名称意义。第三，依论出体，依据诚实论
比提萨婆多论说出两种气体的生意，是先立正义，先设一事不略，所建立一书三中气体正宗的义理。第五，先后相生，无作气体先后前后互相升起的情况究竟如何。第六，无作多少，无作的气体到底有多少种类。先说明第一项，遍体多少。是草原问鼻头之切可有其成，答论体微尽，实乃无量，皆本凡恶，恶缘多故，花切亦多，故善生缘，众生无量，皆亦无量等，经已一推，要为二成，作其无错，二切通杀，无尽无尽。恩师超说道，就问道：鼻头之气可有其成？问道：五切、八关斋切、三昧识切，还有去除切，这些鼻息都切的气体可有其成？说有其成呢？那论体微尽，实乃无量。讨论到气体如何就它所对的境界，实在是无量无边的，不可生数的。皆本凡恶，恶缘多故，花切亦多。因为如来自切的根本是在于凡幻，我们生活以善业来造作恶业，恶缘多故，又由于造作恶业所缘尽，是通于十方世界十方界有情无情这么多的缘故啊。因此受戒的时候，感化的戒体也是得到无量无边，故善生缘，众生无量，皆亦无量等。所以善生亲说，众生是无量无边，所以呢，戒体也是无量无边的。经已一推，要为二丑，作其无错。现在用义理来推求，具体主要的唯独有两种，就是作气体跟无作气体。二气通杀，无尽不尽，这两种气体能同说杀，没有一切的境界不穷尽的。知此是缘，知此气体是说达成出微尽是量，在回答当中是就他所缘论的境界来指示界体的数量。今下经已一推之下，举要统说，举出错无错这两种主要的界体。那么笼统的说说
一切界体的数量。今证明体此二为要，现在正是说明界体是用测量层作为最重要的。故偏举之，所以偏偏的把它举出来。通受清澈，由此二切循环总化体中含色故，此说法体而言清澈，欲明辨净之法，皆归二切故。那么通受清澈，在文里边讲到二界通说无清不净的道理，就说明因为这两种界，作界跟无作界，能够在受戒的仪式，受戒的仪式当下属于受戒的范畴，但能够玄呢，也就是预先来圆念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而来防治防患治此，我们生可以三业对照未来的境界，不要在身体造恶的功能。所以这个循环是就在做体体这一方面来谈论的，这个叫做循环。而下头总化就是此无作界体，在三法或者三结魔完毕的第一刹那，最初一念，但受身体不再对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当中造恶的行为，因为这两种界体当中它都能含摄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所感化的界体，所以就称作通说。通说代见了，所以叫做由此二界玄黄总化体中含色苦，在两种界体当中都包含所摄的缘故。那么玄黄是就它做界体来说，总化是就它无做界体来讲，那下头的体中提出两种界体，做界体无做界体当中都包含所摄的缘故，所以叫做通说境。说二界通说无尽不尽，没有尽界不穷尽的。那么下头此说法体而言清澈，这里就是通说法体，
阿弥陀的切体，而受到境界的情况是怎么样？欲明辨净之法，皆归恶趣故。是想要说明，周边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的这种界法，都是归于这两种界的名库，作界、作界体跟无作界体的名库。见四朝界，见十六，接着第二项，立两解名，安立两种界体，解释它的名称意义。立两解名中分为二次，一立两所以，二并且名义。第一，安立两种界体的所以然；第二，并且来解释它的名称意义。先说明第一次，力量所以。四草原问曰：何不立一即三重？好，恒四草说道，问道：为什么不建立一种界体以及三种界体？那偏偏为什么讲两种界体？支持是云，支持气就解释说：缘不一者，必显相随，故曰互会以问。说这里所以说到不安立一种界体的道理，是想要显示出作界体跟无作界体是互相需要依赖才能共存的。故曰互会以问，所以提出问题的人就故意的纠缠，互相废除其中一种而来问难的。即以三层一书作，何不三合？为有作去无作，恶法同时，一应更立一合，此情为三。即以三者，另外问道：即以三种的情况，以及有第三种的情况，安立三种切体的情况。一说，即莫说，即莫说，他就写错，为什么不立以三合？也就是为什么不再建立第三种呢？意思就是说，有这个作去无作嘛。因为在最初登坛受戒的时候嘛，就有作戒体跟无作戒体两法同时升起的情形。所以应当也更加要安立作去无错这一种。所以就成为三种，其次于前面而成为第三种。接着下头一段，四朝续缘答：若单立错，作修谢王不能还会，
又不可长凑，故须无凑，常时黄昏，若当立无凑，则其无守成，不可孤发，又耐凑身，恶法相切，相切不得利益。好，恒世超继续说，为他这么讲，若单立凑，假若只是单立凑切体，那么一旦凑切体羞耻泄露以后啊，他就不能够防止未来的过会了。又成凑切体，不可能长时间来造作，来造作嘛，所以必须有无作阶梯，接着常时来防范过会，这样才对的。若断立无作，则其无所从，不可孤化，又耐作神。假如单单安立无作阶梯，而没有作阶梯，这样子的话，无作阶梯的身体就无所依从，他 不可能孤独发起的，所以必要依赖作阶梯而升起。恶法相切，不得利益。那么作阶梯跟无作阶梯这两种法是互相作为凭借的，所以不可以只单独安立一种的阶梯。支持是缘，支持体解释说，出答不利一种，最初回答不安立一种切体当中，先明作虚无作。首先说明作切体必须要有无作切体互相帮助的道理，作修不妨察，以错短裤。做阶梯泄露了，他就不能够防范未来过会的情形，因为做阶梯是很短暂的缘故，不可长凑者，心后已用苦。那么怎么叫做不可长凑者，心后已用苦呢？这说明在三皈受戒的时候，或者三观切摩受戒的时候，戒持必须要念念相续来观想。但是大多数的戒持，他的内心或者会有攀缘其他这种杂念升起作用的缘故所以不可长凑。若赤裸当下，名无凑虚凑。其次，若当之下，都单立无作之下，说明无作阶梯必须要有，要依赖作阶梯才能升起的这种道理。二下就二法相切，以下就是解释。
就是明确的结束来指示错，不能够单独安立一种的界定。接着是草续缘，何为不善？但有体相，道理相违。一，这无错别；二，心非心别，性不可合，安得立恶？若就守法，随见无量。恒思超继续说，那为什么不建立第三种做具无错的界定？但流体相，道理相违，只是因为做具无错的界体相串，跟界体能成立的道理是互相违背的。一，做无错别，那违背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做无错别，作戒跟无作戒是有所区别的。作戒是动态的，必须透过生业礼拜、口业起戒等等。那无作戒体属于静态的意业的相串，所以无表示，前面是有表示，所以是有所区别的。二，心非心别，作戒是以色心恶法为体，作戒体是色心恶法为体，无作戒体在四分律的当分来讲，是用非色非心作为戒体，所以两者是有所差别的。性不可合，但得利恶。由此可知，作戒体跟无作戒体性质不同，是不可以合成作去无错这第三种的戒体，所以只能够安立作戒体跟无作戒体这两种。若就守防，随境无量。然而假如就着守防患的境界作为感化戒体来讲，那么随着境界所获得的戒体就无量无边了。这里就一个段落。